罗玉文同大家睇天气。寻晚东风增强，所以今朝早又凉翻啲。大部分地区嘅低温只有14-15度左右。凉翻啦，系因为同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相关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地区。但系见到华南沿岸嘅等压线就越嚟越疏啊。咁即系话咧，呢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两三日缓和噶啦。今日喺天文台录得嘅气温系介乎15至18.9度，而6点钟气温就有16.5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又交俾天意先生。哦，预测听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气温介乎15至20度。展望随后几日嘅气温会逐步回升。大家都关心农历新年嘅天气系点啊？预测天气就会比较暖噶，日间高温有成22度或者系以上，大家就应该唔使着到好臃肿出街拜年啦。而预测听日上昼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介乎低至中嘅水平，预测最高紫外线指数就系6，强度属于高。转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气。广州、澳门天晴，厦门多云，台北有骤雨，上海多云，北京天晴，沈阳都是天晴，首尔多云，日本的大阪和东京明朗，曼谷有雾，吉隆坡多云，新加坡大风，雅加达落雨，胡志明市明朗，马尼拉骤雨，南半球的墨尔本和悉尼天晴，布里斯班有骤雨，奥克兰是天晴，温哥华多云，三藩市洛杉矶天晴，东岸的纽约有雨，多伦多落雪。欧洲方面，伦敦、巴黎有骤雨，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天晴，法兰克福多云。天气有先讲到呢度，拜拜。